呦，系上扣，哎，把这帽子呀，看看我这二姑，哎，戴上，哎，哎呀，当当当当，看我妈这形象啊，恰如一幅画啊。什么画呀？我记得啊，撒了你妈，看过画吗？那叫蒙娜丽莎。还蒙了立马，蒙了还跑驴呢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看看我这二姑爷这眼力啊，他买的东西我全喜欢。你看那二姑爷眼睛里就有他丈母娘。哎呀呀呀呀呀，爸，什么呀爸？我有眼力劲儿，你看看，给妈买这么多东西，还能没有你的呀？就是啊，哎，哎，哎呀。你这东西不错呀，啊，买几管牙膏给一个呀？什么叫给一个呀？我这专门给你，我再过六七个月这玩意儿就能用上。我要明天去南极，后天就能用上。去什么南极呀？不是，回头啊，半夜三更你离家出走，外边冷啊，立马你就用上。啊，我半夜三更离家出走？那当然，我流浪猫啊。石榴妹妹，你咋来了？哎，哎呀，老头子，哎，我这妹妹这是咋的了？准是跟你那个妹夫又吵架了呗。你说是？来。哇！哎。哎，我说石榴啊，你这是到哪儿？哎，虎孩子叫姨。哎呦，我还得叫他姨。我姨，你这……哎呀，石榴妹妹，你这又咋的了？没咋的，不过了。呀，姐夫，没打扰你吧？嗯，应该没有。我住两天好不好呀？好的。我这回可能得住一个多月吧。哎，你俩月也行。亲姐呀，谢谢啊。气不死我了，我一天像我妈似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活罪我受够了，我真是。哎，妹子，你太不知足了。我那妹夫对你多好啊啊！你说你们家房子住的500多平方，一天是4个菜1个汤，啊，吃完饭脱鞋就上床，把你伺候的是病入膏肓。你是光见贼吃肉，没看贼挨打呀？家里家外都是我呀！一瞅着那张脸，我就一股火啊！买颗大葱花了30多，刮风下雨都不知道躲一躲呀！啊，我。我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？我不过了，不过，这说不过就不过了。哎啊、行了，姐，啊，我冷静冷静啊，一会儿行，一会儿咱俩姐俩屋里再慢慢说啊。你等会儿吧。啊，咋的？有事啊？那个屋里是我跟你姐住的地方啊。你要把那屋占了，我上哪儿去啊？嗯，爱上哪上哪。整嘛，倒是能整啊！二姑爷，你有办法？我当然有办法了。我姨这次来啊，嗯，肯定是吵架了呗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她肯定是嫌他们家没有咱们家好，对，对不对？她想比一比，没错。那咱就让她比一比，咱们家比他们家还差呗。哦哎，老头子，咋整啊？你傻呀？不是，你说清楚啊，你让我咋办呢？呀，姐夫，不好意思呀，又让你们分居了。你不要不好意思，我跟你姐分居好几十年了。一直住沙发吗？今天晚上就在这睡啊。换个地方，别可一个地方围，你看他整的净坑。我一直坐沙发来着。那玩意儿吧，别在坑上睡，那玩意儿你睡着不累呀、啊、你啊？那什么，你们姐俩借着这个惨淡的月光，好好聊聊，明白没？惨淡的月光。我懂，我懂。
吵吵啊，那屋是你姐夫的屋。他那咱俩睡哪儿啊？沙发啊，对，这个有坑的我住，你住这边。不是咋的，姐呀，你跟我姐夫也吵架了啊？咋着，你睡这儿呢？不吵架住沙发。那要是吵架呢？吵架住阳台。他咋不让你睡楼道呢？那也住过，你要是顶嘴了就住楼道。哎，我这暴脾气，这不是欺负人家吗？这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别打！哎，咋的了？声控灯啊？到点睡。宿舍式管理啊，你家呀，妹子，你可别吵吵了，他们都要睡觉，你要吵醒了，他们都得拿我砸法子。还拿你？哎，你我就不信了，你受气，他们这一家人就不管，就让你在这儿睡，是不是？不让你进屋。好，妹子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今天这事儿没人管。妹子，咋的？哎呀，你消停点吧，你上哪儿去？哎呀，你别管，那是姑爷房间，在。开门。咦？姨，哎呦姨呀、啊，大半夜的干啥呀？有事找你啊？你说，我问你啊，她是不是你丈母娘？好像是吧。来来来来来，看没看着？啊，你丈母娘睡哪儿？你看没看见？这是什么？沙发呀！啊，你还知道是沙发呀？嗯呢。啊，你知不知道你什么身份啊？你啊，上门女婿，明不明白？不是，妈，姑爷。你可听见了我姨说的啥哈、啊？我听见，我跟你解释，解释什么呀？我是他姨，我还做不了他主吗？啊！你赶紧让妈进屋，你搬出去。姨，妈，哎，我姨说啥你都听见了哈？听见了。我姨这是要撵我走啊？啊，走可以啊，话得说清楚喽，这房子的首付，你付的。对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哎，所以说这房子的手续我得拿走啊。另外这是张银行卡，你也拿走，一分钱没有，我拿它干啥玩意儿啊？你拿着，记住了吗？啊，每个月往里存17000啊，这是还房贷。咦，我谢谢你让我重获自由啊，容我点时间啊，我收拾收拾，我净身出户。哎呦，拜拜，哥。姑爷，哎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你真是我。妹子，精神出户，你养的什么玩意儿啊你呀？哎呀，妹子，你让姐省省心吧，你看看姐还没能咋地呢，就来一个巨款的欠债呀、啊。欠不欠债的我不管，怎么着都不好使，谁爱拿谁拿，我就不信这么大的家没有人管得了他了。真有意思，我跟你说，哎、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姐夫，你可别跟姐夫说啊。对呀、啊，找我姐。哎，别的，别的，别老饭堂，给我出来！说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？哪有小姨子大半夜敲姐夫门的？你这是考验我呢，还是想让我晚节不保啊？想啥呢？你姑爷给你媳妇欺负成啥样，你看不着啊？你啊，不知道管一管呢？当然管，必须管。钱顺福，出来聊聊。哎呀哎呀，爸呀，这干啥呀？半夜三更了，吵吵吵吵吵吵啥玩意儿？吵吵聊聊。哟，哎，我爸哎，总愿是半夜三更找我聊聊聊聊聊聊就聊聊，怎么的呀？干聊啊？那还给你整俩菜呀？行啊。你整俩菜，整俩菜去。哎，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半夜的给你俩炒菜去啊？咋了？喝点啊？还呀？你陪药？完了，喝不成了。可不的呗，没人陪呀、啊。没人陪呀，喝不成了。喝不成，那也别聊了，明儿聊吧，明儿再说吧。啥嘞？老饭头，你说你也算个老爷们儿，你妈，我在最后叫你一次妈啊！明天我可要净身出户了，今天呀、啊，我把我的脏衣服可都收拾出来了，妈，麻烦您啊。
给我归置归置，整理整理，熨熨烫烫，明天早上我净身出户。不是你，哎呀，二姑爷啊，别急别急，二姑爷，我这还有点袜子，不多，半盆。姐平时对你好不好？好啊，你恨姐姐吗？我不恨呐。那你说你在我家这么琢磨，等你走了以后，姐的日子可咋过呀？哎，我还真就不信了，我今天你信吧，安息吧，我必须我听话吧。是没带饭、啊、逮了什么时候逮的？上礼拜六、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那姐都瘦成什么样了，下巴磕子都爽了呀，哎呀我的妈，太可怜了。今天晌午糊了一锅饼子，就剩这半拉子，你把它逮了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知道你来也没给你留，对不起啊。还是留给更需要的人吧。谢谢你了。不客气，等下个礼拜我儿把钱打我卡里，我兴许能请你吃一顿猪头肉。干妈，你来。干妈，你说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回事？这什么情况？你倒是说呀！你别这样，你跟我说。我跟你说。你讲。哎呦妈呀！我懂了。大米粒，大米粒电话多少号？来。赶紧的，大米粒电话给我，大米粒都千万别给大米粒打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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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让他给大米粒打。大米粒肯定说的好听，你看说的可好听了。好，那我打。打打打。妹子，我这电话要一打通啊，我姑娘肯定说，妈呀，你在家好好的，想吃啥就吃啥，那活你都别干，等我回来干。哎，打通了。妈，你挺好的吧？我加班，你吃好喝好啊，多休息，有什么活等我回去干。我爸脾气就那样，你忍着点啊。听着没，电话里还威胁我呢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跟他过啥呀？离，马上离，同款离，现在就离。妹子，离婚那么容易呀？我们家户口本一直在你姐夫腰上缝着呢。我亲眼看见的。他也不爱你，你说非得缠着你干什么呀？你们这一天我真是的了。妹子，你姐夫说了，雇我呀，比雇保姆便宜。把你都当保姆了，你还在这家待着？我在家，那都把我都宠上天了，把我当娘娘一样供着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那没事我都离家出走。每一次我一离家出。妹子，妹子，建立一个家庭容易，守住一个家难呐。嗯，这人这一辈子都有酸甜苦辣咸，如果你呀要是把快乐的事儿想多了，这个家庭就是相依相伴一辈子。嗯，如果你要是把苦想多了，这个家庭啊早晚得解体呀。妹子，姐说不好，自己悟吧。啊，妹子，妹子，怎么走了？想明白了，准是走了。哎呦，我老明，你演的好呀！哎妈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你嘴。就说我这演员，我给他整两句，够他歇乎半年的。表演艺术家，我呀。哎，结束挺棒。怎么的？我姨走了。走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们家还有个影后。哎呀，老东西，你演的比我还像呢，我差点真跟你离婚。跟他离，离完了我领山去。走。妈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演的那个小子可不是我啊。是啊。我可不这样。就拿咱们家这房子来说吧，虽说是我拿的首付的大头，我可没天天说吧。别把钱看得太重啊！不是妈，我刚才给你那张银行卡，你快还我！哎呀，姑爷，你不说这里一分钱也没有吗？谁说的？我全部家当都在里呢！啊，给我！别害怕，你妈这大演员还能拿你这点道具钱吗？哎呦！老太太，站好！站好了！洗衣服，衣服洗完没有啊？我那几双袜子必须给我洗干净。行啊。演的不错呀，你，我都想掐死你。亲姐，就跟这帮玩意儿一起忽悠我一个，是吧？还有你，给多少钱呢？这么卖力气啊？给什么钱？我还垫了半拉饼子了，我还垫了，都赔了。姐夫，我要是没猜错，总导演是你吧？副编剧。一家人欺负我一个，漂亮！不是，这不都为你好吗？这不人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懂了，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演这么大一出戏，那不就是？
我要不明白我还是个玩意儿吗？哎，姐呀，我也懂了啊，以后啊咱不跟别人比，对，不比就不比，我幸福。好，一片乌云全散了。哎呀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几点了？赶紧睡觉。你们姐俩回屋里睡去。好好，我睡这沙发啊，这坑归我了。哎呀，他们能睡，你恐怕不行。我咋的了？我刚才出去是打电话来着，完事我跟我那几个大哥吧，把你家这些事都说了一下。这几个大哥呢，带着众多的小舅子，说要来找你聊聊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上高速了！哎呀妈呀！这个老王，你那大饼子借我一下，半道给我，在那。不是姐夫啊，对，这回用上了。我那什么？哎呀，老伴儿，你干啥去？不是，你在家不还有我呢吗？有你没有你还不至于这样的，你那几个小舅子一个比一个驴啊。等会儿爸你别走，不是啊，是姨啊，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跟你们家没说我的事儿吧？也没说什么。哦、哎、就说你比我大姐夫还坏呢。哎呀妈呀，更回来更回来。这不是我那个干这不是，哎！哎呀，人家还不是，你说像这样，你说你看，你可真行啊！一个人来串门，你串走俩。哎呀，我说妹子，你不怕事儿大呀？就是啊，你这事整的你。这。怕了吧？就你家惹飞演戏呀、啊？我也会。